Hello， 他是记者，然后就是摆头，然后这样子。要是我跟你讲，假如他不能采访的话，我找到阻止他，也不是你可以阻止。我找到阻止。你把那个电话两边一般啦。你叫我，你不是你说让我们看见我们。那、啊、你就等一下，你先等一下，先后头不要再争取争取的。本件交通事故是发生在109年8月20号上午12:13左右，当时有一部自小客沿汉溪西路直行，往东门路方向行驶，因精神不济撞上停放路旁自小客两部，警方接获报案后前往处理，处理中驾驶人见记者拍摄时突然暴怒冲向记者，警方见状后前往阻止，并告知驾驶人不要节外生枝，事实道德劝说，记者有他采访的权利，驾驶人火气渐渐消退。